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誓约已定好。盖伦，这叫盖伦。全军出击，好，我撤完了。零换零还行。但是我吃不动。国王万岁！一个刀。哎，转，走。卡弱点，这致命点呀！哎，我好像不应该放点盐的，我感觉我这点盐放的不好啊。我直接闪现平 A 他两刀应该差不多，我忘了我也有灵光披风了，我这盖伦玩的不是很多，我要就闪我就不放点盐了。没事，确实我们早用早吸地，那把对面有个王八往我这走来，我给你扛着。老鳖往哪跑？老鳖转，不打了，龟有点硬啊，恐龙死了还行，弱点不好啊，刷一个，哎，赶紧跑，打不过。冲啊！我们转走啊，往下来转，没事，他打不过我们。哎呀，小兵卡我背，小兵，还好他 A 了一下小兵。这波他没有 W 呢，我们可以打啊，直接过来转，开 W 溜接一个平 A。他没有 W， 但是我有。我觉得盖伦的 W 技能应该是15秒左右能好一点，真的。你看剑姬的 W 技能凭什么是10来秒呢？还有武器大师，盖伦如果这 W 技能一级能有15秒的冷却就猛了，上比赛了。武器大师 W 有10几秒，武器大师加强了之后，加强后 W 技能一级14秒。你不知道吗？一开始是16秒。啊，错了，那是E队。说错了，
哎呀，你理解了就行了嘛。你不理解吗？老玩猴嘛，猴的 W 的技能就跟他的 E 差不多，所以呢，我把他想象成的是猴，就想错了。要戳我吗？嗯，转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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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，致命点人。哎，你不放我不放，我憋死你，谁先忍不住谁就先放。啊，我擦，你这么点血你往我这边跑，可以让我转死了。那有个王八，我直接拽他，我们不打他啊，不着急打他。哎，可以，这是致命节奏王八呀，啊，致命节奏王八。快走来，施主不如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我就放下了，你还没有放下。我们的攻击将塑造未来。打起来干哈？好看。我能放下，我给你个大嘴巴子，就往他后边走啊！我补个车，让他戳我们没事啊。这个只要他敢戳我前面的弱点，他就死。这波直接越塔杀了，沉默接个大死了。如果想不跟他墨迹的话，可以直接 Q 闪接大招。如果想跟他墨迹一会儿，我们可以省个闪现塔下杀他，但是这样比较帅。我估计他可能要来了啊，我们在这等他，连人带兵一块转。他没来，好，灯符折满了，死了。先吃塔皮，按波浪劲 Q 加 E 直接点炎。他应该要交闪，可能他没交。我们打个蓝去，这里应该有个小王八吧？小王八呢？哎，你看看，我站住！他指定不能走，还得回来，我们在这等他一会儿。你这个小王八上哪去了？不来不来，我可拿了啊！好，我准备好了，我有大了。
准备好了吗？这没死，哎呀，差一点点。一级的大招还是差了点区区，我发现。好，拿走，好，拿走。哎，我这好长啊！这波他没大，我也没有大，我看看要不要杀他，想一想啊，剑姬。哎，不行了啊，我不能再打了。我们已经把他的 W 给他骗出来了。好，他没有 W 了，上来杀他。小王八来了，假装往上走，其实不严，我们往下来。右边有眼儿，没事啊，他俩追不到我，我马上大招好，他俩谁敢来我就先杀谁。这把队友还是挺顺的。波浪剑点燃，哎，这小子不碰 W， 你能打过我吗，兄弟？好像能。哎呀啊！小杰，哎呀，他有大招，2600，我再卖了，来一个绿叉。其实我应该直接跑，我不沉默他好了。这小王八脆的，我马上到，兄弟，这。直接他从2-4变成了3-4，哎，不对，1-4啊！你这么花里胡哨吗，兄弟？这 W 技能好像挺好用的，应该复 W。Q 点个3级差不多，2秒钟加速，等着我们追不上人。他过来干啥来了呢？杀他，他都不值钱，他都没我这一波兵值钱。你在干什么？宁在干什么？宁，嗯，宁。哎呀，想跑，我二速还，你没有还，你说你咋跑去？那你要让兵杀了我，这是肯定是不行的。
暗示啊，暗示啥呀？我觉得吧，咱别老说是一整就没打好就老喷，失误人人都会有。要是输了的话呢，那肯定不可能是只是一个人的问题，肯定都有点问题，多多少少有点问题，可能配合没配合好，失误了。下次加油吧，对不对？老喷人。你可以提点意见，但你别老喷人，那就不对了。你提点建议，这倒可以。他死没？他一点点好像。幺幺幺幺，幺幺幺幺。昂昂也有点猛啊，走，我们去下路看看去。这边下路好像出情况了，走，先杀个小王八，别着急啊，让小王八走了，先杀个永恒来。哎，不是，暴击呀、啊，这也不给我暴击，我的天哪！火蓝来了，别弹我啊！别弹我，别弹我，别弹我。其实让他弹一下也没啥，可以弹。漂亮，我回点血来。小王八，你给我死！把你的龟脑袋给你切了！哎，打死他！我绿叉没事，他没死啊！这女警肯定特别想狙我，刚才这个 Q 没吃到。我们现在如果有 W 技能是不会死的，女警的那打我都不掉血。让他先点我两枪，骗他一个大招。吃一个，好，狙我来，狙，没掉血，哎，我就故意，我就是要骗他个大，你知道吧？但是这女警可挺嚣张啊，我有点受不了了，你知道吗？真是有点受不了了，我是真是有点受不了了，我发现了就，哎呀，这个扣吃的，这扣吃的不应该啊，扭一下应该死不了。我看看这盖伦，这攻速最高能达到多少？现在是转12圈，我们把这个玩意儿给它撤回一下，转多少圈？没说多少圈啊，这个样子这不刚刚好吗？这圈儿咋不显示呢？这圈儿18圈，搁哪呢？这圈儿我数啊，13圈了。这回攻速上来就13圈了，我来个这个，哎，多转一圈，比刚才多转了一圈。
但是现在还没二点五。等我上，躺上我十三圈儿。小王八一瞅就要嘲讽人进泉水，让我来看一下，如果我们二点五攻速，他能转多少圈？我再打点钱啊，把中路塔拆了。血色之印不加圈的猴哥，干啥不加呀？凭啥不给我加呀？血色之印不加圈啊？啊，这我出的干啥呀？为什么不早说呢？我出的时候为什么不说呢？这为什么不早说？